参加2022年鸿海科技日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鸿海科技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创办人。鸿海科技日，这个顺利成功，对我来讲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礼物，非常感谢你，刘兄，刘董事长。衷心的期盼台湾能够抓住这个百年一遇难得的电动车商机。鸿海加油， MIH 加油，台湾加油，谢谢大家。非常感谢大家在这段时间付出的努力，做得很好，希望大家越做越好。